记住这个页面哦，记住这个页面，然后我要出一个题目给你们。好，好，然后你帮我去这边五甲线上教室，我出了一个新的问题，这边，你帮我点进去，它可以干嘛呢？你们可以看到什么？因为我看到的跟你们看到不一样。你们点进去是什么？这个东西点进去，就是可以玩那个游戏的啊。OK，Go，去玩吧。玩哪个游戏？双人先去这个页面哦，线上教室这边点下去，因为我点下去跟你们点下去的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你们要点下去。才可以知道是什么。双层有吗？有东西了吗？老师，还不如我们直接分享画面给你看嘞。可以啊，那你分享画面给可中以等玩，看啊。可以玩了吗？可以。好，那就按下去那个附件。好，那你们等一下再回复我你们的时间，看你的答案那边，回复我你们的时间，可以吗？这应该是配对的吼。这是五分之一、五分之二不一样嘛？好，零点六是配多少？零点六配多少？Everyone，大家，八分之三配多少？去把它找出来。所以你们要记忆它的位置，还要记忆它的。老师，那是哪？那是什么？配对，分数跟小数的配对。所以我才跟你那说你个，要。他的那个，我们之前抄的那一页在哪里呀？那个亮去说80页，张一成怎么还没有配对到？你要记住这个位置在哪里哦，不是乱点哦，乱点是不会到的哦。要记位置，0.6，3/5，你们要记位置哦。八分之一是配多少？然后你就看刚刚0.125是出现在哪里。对，张一成终于出现了一个了。7/8，8/7，0.86。对，成第二对，恭喜你。0.85，3/7，0.36，0.6，0.5，0.5。对，张一成，恭喜你，第三对。Yeah, 恭喜你，张医生！快快快！老师，我玩好一次了。好，那你把你的秒数填在那个答案那边。说，你说这里的，传到这里。课堂作业那边的，对。他不是要你传答案吗？
老师是玩那个那个、啊、配对的啊，张一成现在在玩的这个。各位，张一成，恭喜你，快快快，快结束了，越来越少。Yes。 对，张一成很棒。加油，看四分钟里面有没有办法把它 KO。 老师还可以继续玩吗？可以啊，还可以继续玩。对，战神快点，最后一组。Yes。好，张一成把这个时间再回去课堂教室那边，3分48秒把它填上去。对，这边答案写你的答案，3分48秒，3冒号48。好，很棒，张一成可以了，你可以取消分享。哇，陈轩宁2分45秒。那么快，没关系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这是写在那个答案的那边吗？对，写在答案的那边。10位同学啊，我还有一位同学是谁？为什么会有14个人？吴家当三分半也不错哎、欸，比张一成还快。张一成，你一开始没有去那个啦，没有去想好，去背记起来他那个位置。好，再玩2分钟哦。来计时一下 ，2 minutes。老师，我好了。好，那你就填在答案那边。好，我来玩一下好了，我玩看看。看我可以多久，我玩完就结束好了。
老师，我打破我的记录了。不错不错哦。我刚两分十八秒。很棒。成功。我要结束了。Yes。我一分五十八秒。你们嘞？我来看看你们的。哎呦，吴家长有进步咯。吴家长两分二十九，比陈轩你还要快、欸。真的、啊？我两分十八，他的更快。第二次的。哇、哦，你们。哎、欸，你们为什么要填在这里啊？伟琪跟吕敏轩，你们要填去那个啊，课堂作业这边啊。你们要回复我在课堂作业那边答案啊。你们要回复在这个地方，不是回复在讯息哦。去课堂作业那边，这边，课堂作业这边，下面有可以填时间的啊。你们要把填在这里，不然你们这边会没有哦。你们还没有缴交哦。伟琪也是，吕敏轩也是，不是填在讯息那边，去课堂作业按我的问题那边，有看到吗？吕敏轩、伟琪，你们也是哦，你们两个有看到吗？五甲教室，先去五甲教室，这个新的问题按下去，可以去答那个答案，那个答案那边填你的时间。老师，我玩第二次是3:23。有啊，那你回复你自己的啊。你按你这个装箱的。我已经缴交啦。哦，缴交就不行，哎，你就可以啊，按你的回复啊，这边可以回复。那算了，我不要回复，拜拜。伟琪还没有回复哦，要记得回复哦。好，这是第一个，这是这个。好，然后等一下哦。什么密室逃脱？对，密室逃脱也来了。我找一下密室逃脱。我以为这是密室逃脱，不是？我想这不是我们玩过了吗？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啊。我头脑不好哎、欸，还密室逃脱。你头脑不好才要跟着大家一起密室逃脱啊。然后是一起玩的。对啊，我们就一起看啊。好了，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密室逃脱。我们一起逃脱出去啊，我跟你们一起关在里面。等一下哦，它网络有点慢。民国三十八年，国共内战时期，共军有一个秘密机关701，在这里执行窃听的人称为听风者，利用机密进行任务的人是捕风者，破译机密的人则是看风者。你们的身份是701情报处的看风者，老鬼要你们马上破解所有的密码，顺利找出重庆。不然老枪的身份一个小时就会曝光，整个组织会马上被消灭。我们要开始挑战咯。好，这边有六关，那我们 一关一关破可以吗？好，我们先看第一关。他叫你要破解这个图片中隐藏的英文单字。我看到了。所以你的答案是那个门那边的 L， 那个 I。蓝色的老师，
火车门上面有一个 I。I。蓝色那个手把的那个底下 I。黑黑的，那个对。哦，所以它有五个单字哎。是看蓝色还是看黑色？破解图中所隐藏的英文单字啊。要给提示吗？提示是这个。咦，这什么东东啊？这四个东西是代码。它是它的提示，跟这个有关系。我看得懂吗？怪哇！什么叉点、Y 点、D 点、W 点？怎么有个没点，有的没，有的有点？你看哦，你看这个符号，这个符号代表是 C， 是这个位置，所以这个代表是 C， 所以这个符号叫做 C， 这个符号是这个点，这个方向是往右边，然后有个点，所以这个是 O 的意思。哦，然后框框是在，所以 D， 所以那就是 D 哦。所以你看一下这个地方，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图案，一二三四嘛，这边有四个图案。这四个图案，一二三，那给我们看一下刚刚那个吗？提示，你要不要画下来哦，才可以知道哦。先把这四个图案画下来，这四个图案画下来，然后去找这四个图案画下来。然后我们来看这边，它应该是对应哪些字母？那老师他不就给答案了？他没有给答案啊。第一个是 T 吗？第一个是 T 吗？第一个是 T， 我可以帮你打好，你可以四个给我在一起打，因为他要有四个字母。虽然没有插好，老师，插好，你重新用一下，我还没有插好。好，好了，好，那我给你看提示 ，H 吗？H， 然后它应该会是一个单字，所以你把这四个字母都找到之后，你再想它是哪一个单字。因为它第一个是么嘛，好像 H 哦。么，对，么就会是 H， 没错，么是 H。H， 然后 T， H T N。HTN， 然后咧 ？HTNJ 老师 ，TMJ 没有这个单字啊？是吗？是 J 吗？最后一个啊，第一个是 C， 它会是一个单字哦，答案是单字哎、欸。那再看一下，好，么？应该是第一个是 H， 有一个是 H 没有错，一个是 H 嘛、啊，有一个是 T 嘛， H， 一个是 T， 一个是 H， 一个是第一个是 H， 第二个是 T， 第三个是，哦，第三个是 N， 然后那里面有 J 吗？因为我觉得好像是 H T N， 然后咧，哦 ，H T N A，H T N A， 对啊，那所以这个单字应该是什么？段希会知道吗？陈轩宁有没有在啊？什么 H T 什么？我在啊 ，H T N A，H T N A， 但是要拼成一个我们有看过我们。你们有学过的一个字母要单字，单字。H T
这四个英文拼起来要是一个单字。Ham 吗？我不会拼英文。所以啊，他们两个啊，你们有去补习的就会知道啊。这四个字单，这四个字母可以拼成一个单字。好像有听过哎、欸。M A T H。M A T H， 来，我帮你打哦。是吗 ？M A T 是吧 ？Math 数学吗？我用大写好了。M A T H 答对了。好，很棒。好，我们要进行第二题哦。还特地去找翻译。隐藏途中，破解途中所隐藏的数字密码。答案是四个数字。古丹交西，古丹交西啊，第一个是五吗？提示，越看越不懂。神序古造交五氏，交五西王人胆。老师，你先回去嘛，我把那个字抄下来。好。古蛋五五四五四九五四九七，回去哦，好，然后是五四九七吗？五四九七应该不是。哎，你们可以等我一下吗？我去上厕所，等我一下哦。神哎，那念某还是神？它顺序是不是从上面往下就一二三四？还是三十？觉得这样子下来就是一二三四啊，所以只要把它前面的讲出来比较好。一二三四，古是从上面往下数还是从下面？从蛋往下数。蛋、那蛋是一嘛？蛋是一。二三四，七是四，然后嘞，胶是多少？六吗？六。然后啊，我看懂了啦。七八八。对。他的那个八一六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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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一六四。那对啊。老师你在哪？蛋的一横，蛋的一横是一嘛，然后人的二。两横是二，然后王的三横是三，然后四五六七八九，那个底下那个口去掉就变五嘛，然后那个那全部都有六在上面，然后七对、啊、那个对、啊、那个五上面那个八，然后那个日老师去掉就变老师老师找到了。八一六四，八一六四，八一六四，八一六四。老师，八一六四，八一六四吗 ？Hello， 有没有理我们意思？然后再上厕所。啊哈，啊哈，九。老师，八一六四。我回来了，多少？八一六四。八一六四。恭喜你们答对了。好，下一题。好，一组数字密码。哇，数字密码。数字密码多少啊？两格耶，两个数字。两个数字是什么？隐藏哦。给你提示。哇。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？金玉其内，笔画其外。金玉是什么？笔画其外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看不懂啊？怎么这样？啊，就是外面是一个数字，里面是一个数字吗？还不走吗？你这干嘛还不走啊？没有。这边，你帮我看这一句话：七城东加北除南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一句话？
你有看到吗？西城有东加北加北湖南，所以要组成一个字哦。西城东西南北在哪里啊？下面有哦，老师。什么奇奇鸡七？把这个奇，把这个奇拿掉，上面这个笔画是几画？这边是几画？六画，六啊，这边是六乘六多少？这个是四画嘛？三四对，然后这个是三画嘛？对，嗯。然后这边是几画？月是五画，是四画啊，四画四画。可是它的东西南北啊，知道了，这个是北，这个是北，因为它在旗的上面，所以这是北边，所以北是六画。哦，然后、北城东，这个木像象棋的这个旗，它是在西边，西，所以要乘以四，所以是六乘以四，六乘以四减。减三。等一下，你的东是多少？东是这个哦，新旗的旗是东边，它是一二三四，哦，六，六二十四，所以是六乘四。啊，记得先乘除后加减哦，西乘东加北除南哦。四十六除3，加北在哪里啊？北是这个啊。好。四六，西城东北除南要先除哦，北除南要先除，西城东要先除哦。二十，然后再减南是等于减三嘛？没有减南，他说减南呢、啊，除南啊。南北要除南19，十九啊，十九。他说要除法，本来除18吗？除本来除六除三不就二吗？16+2不就18？哈哈哈哈哈！不是18吗？你们那个那个谁，陈轩玲呢？我没有算，我不管，我就是说18，不想算。七是多少？七是五啊！四，哪来的五？四乘东，东是多少？四啊，十六。四是十六啊！啊，那北呢？北是六嘛？六除三二啊，十八。十六加二，十八。还是你笨蛋，数学比较牛啊？对。好，再来，下一题。哎呦。他所隐藏的英文单字一定不是 help 啦，四个英文单字，那就刚好四个英文单字。啊，一定不是 help 啦，哪有那么简单？数字所隐藏的英文单字，这个数字隐藏的英文单字，有内鬼，赶快把这串数字抄下来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把这一串数字先抄下来。好了。可以吗？我知道了，老师。我知道了。先二嘛，二是 G。G 嘛。二三。这样也不对，二是 G 吗，老师？我觉得二是 M 吧。等一下哦，我先把数字抄下来：23431351，23431351。啊，我知道了。HSCV。SH。C C， 嗯，没有这个单字啊。嗯，对啊，那是字母啊。还要再加 help 吗？应该不用吧。
第一个是 N。N O N O C， 这个好难哦。N O C M O L E 吗 ？M O L E， 对啊，也不能这么说，因为我刚刚忘记我问的是 M O L E。可是你们怎么看的？为什么我都看不出一个书意？因为我就是往下，然后再用旁边看的。往下。从上或者从第二排的三二啊，就是这样。就是 M 啊，然后是第四排的三，就是 O。N O C， 老师。M O L E。N O C。四条边，那每一条边都几公分？ M O L E， 它是两个一组，所以会组成四个字母。M O L E。我坚决我的答案。三一三一，两个一组，老师你数数看嘛，是。老师你用多少？谁？为什么？老师你没有开麦，老师你在干嘛？老师你该写答案写什么？老师坚决我的答案。我坚决我的答案 M O L O C E L M O L E， 他写 M O L E 啊，耶、这你答什么？我再讲下吧。老师，你干嘛不开麦？坚决的哦，我还没开麦 ，sorry。M O L E，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是 M O L E， 因为他这样横下来就是横着下来，然后那个啊，横着下来，就是你看他这样竖那个一二三四五，看那个一二三四五，然后他刚才是这样下来，然后再往旁边算过去，就有点像那个。是有一种图，我忘记叫什么图。哦，钱老师，就有点像那个分配图一样的东东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看错了。就是第一排，然后旁边。它是 N O L E。我是那样看呢、啊。哦。然后我看错。哦，这样你看这样二三，第二排三。所以是 M。嗯。哦，然后四三是 O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好。我随便讲的。有这么厉害？我先停止录影哦，我们再看第四题。时间够了。